爱奇艺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鞠婧祎。8963，到。你最后一间，死囚房，跟我走。就是这儿。进去吧。一个很刚的角色，对，他就是不服输嘛，就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也不会好像太依附于别人，就是靠他自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题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我们监狱的戏有一种在看校园的戏的感觉，但是是那种校园的一些可能欺凌事件很惨的那种，然后再反击的那种，就是会很精彩。其实这个剧光看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能就是你看那个剧的，你看剧本的时候就已经紧张到不行，然后整个剧情都让你觉得好像很压抑的感觉。对，刚开始就这样。你被禁止吃东西，是有点为什么？其实倒还好，我本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食欲。平时这种拍戏，然后整个就比较紧凑的状态下，都一般吃什么？你就是吃普通的饭菜啊什么的，那会很想吃像火锅啊，吃辣的这种。哇，很神奇，我在象山我一点都没有想吃火锅的欲望，然后回了一次上海，好想吃火锅，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就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就是在叫，不好意思啊。你有没有吃晚饭？我不饿好吗大家、yeah. 好，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对，饥饿是什么？我不吃，打死都不吃。去爱奇艺空降的时候有跟员工们一起吃火锅、然后如果说下次还要再空降的话，会想要再吃冒菜。对、吃什么都可以了。喝奶茶。所以拍戏的时候是不完全戒奶茶？不可能，不然怎么可以长胖呢？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害了我。好的，是我自己要喝的。那这种其实跟三个男生都有一些感情。三个男生？就一开始的未婚。哦，你说忘了他？哎呀，怎么回事？是有点饿晕了。不，你说出他名字，我就突然想起来。你不说名字，哪有三个男的？好的，跟冷萌初肯定就是未婚夫跟未婚妻嘛。哎，我在想什么，语无伦次。对，就是已经订婚了，就是已经要结婚了那样的状态。对，两个人就互相很喜欢对方。跟龙天宇的话是比较还是在一个很长的，就是他们也有点欢喜冤家吧。一开始的时候他挺讨厌龙天宇的，因为毕竟是他把他抓了，然后一直不相信是我说的一切，就一直不相信09哥说的一切。就是但是后来也是两个人慢慢就发现，就是他也有在外面替我查案子，去替我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然后他也有看到我的一些可能比较坚韧的方面，然后这样相互吸引对方。反正我俩的戏真的，我就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大部分都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大部分都在外面办案，要么就是替我找真凶，然后我们好不容易能见面，就是来那个看守所吧，那个地方就是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然后我戴着手铐，我们俩这样面对面讲话而已，就探讨案子。跟那个萧凌峰的话就真的是生死搭档。对，他虽然也开始冤枉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栽赃我，对对对，栽赃我。在后来进监狱之后，大家就一起生死搭档要逃出监狱。他就是跟林哲哥比较好朋友，就是林哲哥会把他当好朋友一点。谢谢，我知道你因为我的事情跟典狱长求过情。谢倒不用，我呢就想听一句实话。什么？那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安排？很善良。对，小时候看情歌觉得很善良，现在看到也会觉得就自带那种善良然后温柔的那种形象的光环。如果要让你跟粉丝分享，就是可能自己的一天，会想要拍什么？
很无聊哎，我的一天真的很无聊。就是我如果要休息的话，首先我睡个懒觉起来就已经很晚很晚了，然后再吃个饭。如果我真要出去的话，我最多就跟他们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也许就没有力气再逛一逛了，因为很累嘛，就只想要睡觉，就回来继续睡。我会去骑小黄车，去扫码骑车啊，不骑去哪，就骑两圈，因为我也不太敢在车很多人很多的地方骑，我就只能在那种很空旷的地方骑一骑，就爽一爽，就是感觉很放松。我在这也骑过一回，也就是难得收工早，然后刚好开车回来，就是看到楼下有，就是有一排那个扫码的，对小黄车，我就去扫了一个，然后我们就骑。就差点骑到山里去了，因为你知道这里特别容易进山，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是制止了自己，就再骑回来，还是想要出去兜兜风啊什么的。亚伦老师好。其实蛮妙的，就是我跟鞠婧祎仿佛在拍两部剧。是的，他几乎都在 A 组的监狱里面，然后我几乎是在 B 组的打斗里面度过的，然后鲜少有机会真的能够一起拍。然后只要一拍，我们几乎都是在看守所，就是那个探望室啊，探监的那个地方，警局里面的监牢这样子。好像我们两个是牛郎织女，久久才见一次。零九哥是一个故作坚强的女人，就是当她受到冤屈，她还是很鲜少真的就是嚎啕大哭，或是撒娇，或对谁求，真的很彰显她内心的不安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压抑，然后表面很坚强，其实内心很需要帮忙的人。小徐不是压抑的人，小徐挺容易讲出自己想法的。对啊，他其实在拍戏的时候，被限制吃东西啊，他就是有点，我就看已经这么瘦了，还要让他限制吃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可怜啊。对，就是觉得会有心疼的感觉。我觉得这次可能会米热同学你更深一点吧，更有默契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拍完云溪传然后再拍这个戏，我们就连着拍了8个月，就我觉得我们的可能现场的就笑点可能会更多了一点。我跟米热拥有迷之笑点。我觉得鞠婧祎就是，我觉得这8个月我看到她身上慢慢的就是进步跟变化吧。我刚开始以为她是一个特别小女孩，她就是 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在仅次卫生翅膀里面我看到了她的一个女汉子的一面。因为我觉得她很多的打戏啊，然后拿枪啊什么都特别的帅。